贡嘎啦，一群元宇宙爱好者组成的 DAO， 斥资600万买入的 Sandbox 土地以及元人头像，并准备发起他们的 NFT 项目。那么这期呢，我们准备放送贡嘎啦的白名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酷酷。看完本期视频，在评论区留言崩嘎啦，我们会说出两位得奖者，送出崩嘎啦的白名单。那么活动截止时间是2月13号晚上8点，仅有2天时间，大家把握住机会啦。崩嘎啦是一个 NFT 头像项目，总量有10万个。那具体怎么获得这个头像呢？我们下面也会说到。而他们目前的网站还在搭建当中啊，所以看不到这个项目的更多的内容。虽然看不到更多的项目内容，但是他们的社区热度并不低，他们的Twitter 粉丝由上个月的1000上涨到现在的4万，而 Discord 除开被封的机器人都已经突破10万人了，并且有数百个高质量项目的 NFT 持有者，例如 BAYC、MAYC 和 Connex。 而这种迹象是归根于这个项目有3个亮点。第一点，好，那怎么好？600万分别投资到 BAYC 的头像和 The Sandbox 的6x6土地，高调进驻元宇宙，并计划在未来购买一块12x12的 Sandbox 房产。那他们具体还有什么资产也可以在 OpenSea 中找到？有钱，他是真敢花。第二点，高创作水平，那怎么高？高到 The Sandbox 主理人的认可。在买下6x6的土地之前，崩嘎啦已经计划好如何利用这块6x6的土地，并且与 The Sandbox 元宇宙的建筑商 MRT 达成合作，共同打造了一个元宇宙住宅区。那这张图就是他们透露的建筑模型，据说历时近半年才打造好的，那往后还会有更多的信息。第三点，蹭热度，这个就涉及刚刚说的如何获取崩嘎啦的 NFT。 但由于项目方透露他们不会出售 NFT 啊，所以如果你对崩嘎啦感兴趣的话，你只能透过拥有白名单去命他们的 NFT。 而白名单只有3500个名额，获取条件就是为他们的社区做贡献，然后去申请白名单。如果项目方觉得你的贡献是有价值的，你就有机会获得白名单。又或者你是某项目的 NFT 持有者，例如 Connex、 BAYC 等等，然后这些 NFT 持有者前几十名进入他们的 Discord 就可以免费获得崩嘎啦的白名单。这直接就是利用了一些热门的项目来提高自己的热度，毕竟不要白不要嘛。但是这里要注意啊，崩嘎啦跟 BAYC 和 Connex 是没有达成官方合作的，真正达成合作的项目只有 The Tasty Bones、 阿里和 Snaky Vampire。 获得白名单之后就可以免费铸造了，每个白名单可以铸造2个 NFT， 但目前具体的铸造时间还没确定。关于项目规划，在命之后，崩嘎啦就会成立DAO，所有的DAO参与者都可以分享 BAYC 带来的潜在利润，并且每个 NFT 持有者都可以免费分配到一栋崩嘎啦在 The Sandbox 的住宅。持有者可以参与房屋的开发和建设，并且这个位置是在 The Sandbox 的 Social Hub 宇宙中心。那么具体大家可以到崩嘎啦的 Discord 了解一下。这里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，目前在场外已经有人出售白名单了，而价格大概是700到1000刀左右。那么作为酷酷的粉丝们啊，心动不如行动了，参与本次活动就有机会免费获得崩嘎啦的白名单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酷酷，为你带来更多优质的 NFT 项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